做饭呢吧？做饭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翘黑。给它洗一洗，看看掉不掉色。掉啥色呢？这好像。那它咋蓝了呢？嗯。熟了就不蓝了呗。哎，这怎么是腿长这里头了？今天来个乌鸡汤。哎，这爪子你吃吧。我吃，这爪好吃。啊、哎。硬不硬啊？不硬，这都得剁掉，这必须的。那天我大哥剁一个。你从这里来了，这玩意儿还能，我这干啥不行？细呀。你这剁五个，你都得找着五个。他剁丢一个。牙子老正好喝点汤。我对，喝点汤吃点肉都行，这不像那个那个小鸡儿啃大腿，这不用是吧？这个吃肉，皮里头都是黑的，骨头都是黑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这玩意儿，就是品种。头回整的怕啥的。煮，哎，焯一下水，凉水下锅。没整过这个，现在你有啥高难？葱姜，再这小料酒。这是冻的，必须得焯一下水。要鲜的就不用，是吧？嗯。就两勺啊？两勺不少，两勺还少。也是鸡肉味儿啊？就是鸡肉嘛，还行。这玩意我喝汤永远高嘛，对，给你补补。哎，看，也不少，也挺好。哎，上水了，就是干炖的吧？你看这水数不少。嗯，这一壶正好。那个葱姜大块，开火。嗯。开炖。开炖，这就这么简单，好吧？哎呀，这简单，复杂是给后边的。这是俺们准备的配菜，看。这啥玩意儿？栗子，挺长时间了，这不吃不行的。苞米、香菇，这啥吧？山药。山药。勾兑四样。这个咋吃啊？这个蘸点辣根吃。啊。抹点蘸辣根。来了。两个大苞米。对。这是鲜的、啊。鲜苞米啊。哎呀。是鲜的呀。哎呀妈，你能咬着吗吧？苞米咋还有不中呢？这是水果苞米。对呀。那故乡能炖些呀？哼哼。给这些。还是黑色的吗？没掉色啊。那掉啥色呀？那是肉长了才能掉色。勾不了，勾不下去。一会儿还得靠靠呢。嗯。还差不多。来，大点块儿啊！来点盐，哎，这招挺好。这叫一菜三吃，还省个烫的啊！对呀、啊。哎，我吃药，大香菇，哎呀，这又干一下了。剩两个大点儿，应该开始就高里哈，忘了。来点料，枸杞。对，枸杞要熟喽，这山药熟了就熟了。哎呀妈呀，熟了！点缀一下，咱们爷俩算仨菜呀。哎，仨菜加酱油四菜，你看，挺好。这一锅，嗨哈喽，我是胖妞，今天俺们爷俩是乌鸡炖菜。本来说是乌鸡汤，好像这里没有汤了，炖干羊了啊！不喝汤，当菜吃吧，不喝汤了。愿喝汤里边有。开饭，这是个木耳，一会儿蘸辣根吃。来，尝尝我吧。这炖到时候了，你看这骨头都下来了。哎妈，这可真是炖到时候。不用吃了都。小溜一个点儿，这鸡爪子你知道吧？
你看吧，我不要鸡爪可挺胖，我不要，我吃肉，你啃鸡爪啊、嗯。吃呗，一人一个，你尝尝香菇。嗯。哎，都熟啊。那还不行。哎，这香菇咬一口跟肉似的。嗯。烫行吗？嗯，还行。你喝汤吗？不喝，干拿我之后再说。高汤煮点面条行。对。是不是、啊？嗯。人南方有那个细面条。哎。也不行。你这能不能搁牙呀？啥呀？苞米。不能。苞米熟的快，一咬嘎吱嘎吱的，你这十多分钟就捞出来了哈。就我苞米就这样。嗯。嘴巴劲儿这玩意就不好咬了，嗯，就一层皮啃不下来了。这是肉，你吃吧肉。这一个小鸡不大，我在超市买的40块钱，是冷冻的，头一会儿买，不知道这玩意有没有鲜的，好像没有。也有，咱有。现杀的有养的，它就有鲜啊。那倒是，就这菜场没有。这家伙，那肉都没了。咱炖好几回这么整了，其实。嗯。刚炖过羊骨头，炖过排骨，这回是个乌鸡，下回搞大鹅。这玩意儿卖咬。你吃这个也吧，这个比较软和。嗯。那个有点咔哧咔哧。哎。他就拌这个黑白耳高圆葱，嗯，是吧？我愿吃这个，不愿吃那个白耳。你妈愿吃那白的。哎呀，我妈原来在老家那时候，每年过年必备的一个菜就是呛银耳。嗯，专门要银耳，不要黑耳。那是我妈的菜儿。这两年不咋吃了，这两年有好的他就不吃了。好的吃咋了？那肉啥的造呗。那几年没有啥吃的，过年不是炒点白肉片，搞干豆腐片，酸菜弄粉条，来点洋菜，来一盘肘子肉，那都不错了。肉菜，这也算啥菜啊？嗯。你现在赶着时候好，想吃啥买啥。嗯。我们小时候在屯子的时候都没啥吃，小卖店都没有卖菜的。那儿都那样。学校一天就吃啥呢？土豆子、白菜，酸菜，最有吃就是那玩意儿啊，就这几样来回整，冻豆腐、豆腐、干豆腐，是不是？嗯，这都是以冻为主。冬天时候就是那些东西。嗯。冬天时候只没有你那咋，就刚结婚那咋，有你大哥那咋，我们说那咋的没有卖青菜的，就哈尔滨有。酱油是哈尔滨酱油。嗯。那时候给我姥买点啥，买点蒜苔。那。我姥不会吃。我给捞上了给我。我那咱给湘西上班上哈尔滨出差买点青菜回来，我给他送去了。高锅盖大木头锅盖搁那嘎闷上了，闷完以后说这怎么还黄了呢？蒜苔一闷可不黄了。哎呦。看这是啥？哎呦我的妈！它这是小瓣儿，这是翅膀根儿啊。翅膀根儿，
这肉也挺好吃哈。就这样，我吃自助餐，鸡身的东西就吃鸡身。他们自助餐现在不行了。嗯，你看人是挺多，乌泱乌泱的，东西不行。最早咱俩吃过那个，也不是俺们去的吧？前60年那个，给三八汤，去给哪儿给洋货那三八汤吃过一回，那刚开始吃那可好了。那时候刚开始兴起有自助餐吧？嗯，是不是啊？那现在是不行，那时候硬货多。那时候我爸是大猪蹄子。大骨头，那家伙上那嘎达随便吃可好了。不是，那自助餐那质量也好啊，也真有玩意儿。那也不贵，那也就是，俺们爷俩没吃过太贵的，俺们就是80多块钱以内，是吧？这嘎有太贵的，俺们没去吃。啥有啥好吃的，那么贵的？这回吃的就是最贵的，我记得。69。啊，以前63。嗯。今天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。哎呀，啤酒喝就喝不了汤了。大连那嘎自助餐比这嘎贵多了。也有便宜的，因为我大哥没领你去。我们原来去，我们都吃过50块钱、60块钱，就是普普通通的自助餐，也挺好的。我去没有。哎呀，你去人家档次的提高啊。海伦那也有自助餐，就算海伦那个更贱乎呀。那年我给你团购那个券，你跟西红柿你们三次的，那才40多块钱。什么？那多少年了？我也涨价不了哪去，我50多块钱。嗯，我自助水饺，我看见过。这几年不知道，自助水饺没吃。我上上海，给人给家没事，我还能去吃点自助去，跟家给那，给家去吃饭，上那吃点自助。俺们海伦那自助水饺18块钱一位，可便宜了。18块钱呢？你不知道啊？那我没吃过，我不知道。18块钱那才合适。18块钱，你一个人，你上那嘎达，你多合适啊？还有菜，人家吃买酒另算，你这个喝酒。对，我家水果子，还有菜。我爸这些年打工还学会个电炖三轮呢，原来不会骑。是咋的？是不是？电动三轮学会的，现学的。那也算学门手艺。嗯。我爸在家的时候，摩托车都不会骑。不敢骑就是，不行嘛，温身，瞅着害怕，胆小，什么开四轮子啥那都不会，就不瞅那玩意儿，忘了那瞅。那开车干嘛的？开车呢，没想。您说70岁还能考驾照呢？你们同事不还考了吗？我那同事考了，他今年68。考完了啊，你也能考？我能考，能考没钱买车呀。那我的你要考的话吧，我的车淘汰给你。哎呀，等淘汰给我到岁数了。那70岁还能考呢，爸。嗯。我爸是对这玩意儿不爱好，你像来回那个坐车啥的，从来不坐前边。嗯。不是说给总监留卧咋地的。就是不愿意系安全带，坐后边方便，困了睡一觉。坐前边事太多，麻烦，得当助理啥的。不愿意整。你像总监，你看你总监上车就往前面坐，还一整还上正驾驶坐去。那开大门的了。我大哥新开车的时候，那家也是，我妈以前也跟着担惊受怕的，在家在后边跟着使劲呢。嗯，我大嫂搁旁边使劲。你大嫂搁副驾上能指挥，我大嫂能指挥。那样。
我大哥有的时候梦头断线，我大哥，你这真得副驾驶真得高的一个清醒的人。不知道。我大哥就同一条道都能跑上三回，菜都吃凉了。饿还不吃？不吃了。大老。妈，大早上吃呢。大老我这烧个都吃。吃的挺饱，喝的挺好，好吧？嗯，这样饱的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呀，俺们这不叫鸡汤，俺们叫鸡汤炖菜，是不是、啊？嗯、那个剩点明天煮点面条，正好整的挺好。这三个菜，那个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非常感谢。俺们爷俩今天没吃多少，今天我没吃大米饭，关键吃苞米还吃啥大米饭、嗯？苞米还没吃了，两穗苞米没吃了。嗯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